这小子谁呀？敢占我台子？起来！玩挺好啊。跟你说话，你爹跟你说话的时候看着你爹。你知道先来后到吗？你用得着我？今天你别想走出去，玩啊，玩啊，玩！谁呀？李公子啊，什么事儿啊？我兄弟，误会啊，误会啊啊！我和好学生交流一下，快叫李公子。李公子，笑笑。哎，走吧。报告，进来。校长，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啊，宋浩啊。哦，出去玩去了吧？您怎么知道？别紧张，放假嘛，劳逸结合，有个度就成。嗯，可别耽误了复习啊。来，坐吧。坐。宋浩，你这次的考试啊，跟第二名的分差又缩小。我看了，主要还是作文。还要加把劲儿，好吧？校长，我不是要保送的吗？今天叫你来，就想跟你说这事儿。经过通盘考虑呢，我们打算把保送的名额给其他同学。为什么？你看，你凭自己考吧，完全能考上北大、清华这样的名校。作为校长，我想的是集体，不是个人。这样一来呢，我们学校今年又多了一个名牌大学的学生，这多好啊！你说呢？这不公平啊！你记住，是公平的。你是第一名，就该有第一名的样子。回来了。今天下午去哪儿了？
学校。今天中午你爸带我去中医院，看到你的班主任了。你班主任说今天放假，你去哪儿了？我真去学校了，我去游戏厅了。去游戏厅就去游戏厅嘛，别跟我撒谎，别觉得自己保送了就不好好学习了。你以为是学给我们看的？我保送不了了。你说啥？我说我保送不了了。校长就说把名额给别人了。给谁了？我也不知道，他就说给别人了。宋建飞，宋浩他爸，听说我儿子的保送名额给别人了是吧？换谁了？岳卫国的儿子李唐。李唐，那不是你的朋友吗？你去哪儿啊？找他去。你跟李唐天天在一块儿，他不知道吗？你带把伞。哎，你找谁呀？我是这位宋建飞，找李副市长。约了吗？约什么约？我们俩老乡。李副市长刚走，你上他们家找他吧。李唐，李唐，
不好意思，我走错了。谁呀？我走错了。今天终于让我堵着了吧？站那儿别动啊！别动啊！跑！站住！别动！吓王八蛋！都觉得我有钱是不是？我不是小偷。都让你们偷没了！我真不是小偷。给我跪下！跑！站住！赶紧帮我叫救护车！救护车！救！怎么回事？有个小偷把我给捅了，去叫救护车！救护车！刚才那小子吗？是，穿的像风，刚跑，快去帮我叫救护车！我这流血，流太多血了，我快不行，是不是？叫救护车！别、哎哎，我儿子，那是我儿子。你儿子？你小子生的什么人？以为他跑得掉吗？我弄死他，我也弄死你！我弄死他！我错了，兄弟。啊，兄弟，兄弟，孩子，孩子呢？又不可以了，失手了啊！无挂孩，啊，
我不会追究的责任。我到医院碰到就好了，我不会追究你责任的，就是个小事，没事，没事啊，救命啊！回来了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妈，没事没事，别着凉了。爸回来了，估计找到人了。你干什么？刘哥让我去吃饭，你跟我一块儿去，别怕。各位，今天啊，我不是市长，我是一位父亲。今天这顿饭花了我大半年的工资，但我认为值。李唐这孩子从小我就教育他，要奋斗，要懂得感恩。这次他被保送，除了他自己的努力，也是我们学校对他的认可吧。希望李唐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，努力学习，争取早日报效国家。啊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宋建飞，我的同乡，在建委工作。哎，大家好。建飞啊，特别讲义气，而且写的一手好文章，酒量又特别好，是建委难得的人才啊。宋科长，市里面已经批了，老高退下来以后啊，由你接替建委办公室主任的位子。建飞，有这好事儿都不跟我说一声。您忘了，今天下午他的批文是我拿过去给您签的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看看我这脑子，事儿一多全忘了。建飞，恭喜，进一大步。谢谢市长批吧。
师长，咱们去敬敬老师们吧。好。儿子呢？走了。这么早就走了？早饭都不吃了，我这心里啊毛毛的。半夜就走了，半夜出去了，你也不管。我去找他。你儿子杀人了，他要不走，会坐牢的。本台消息，我市发生了一场入室杀人案，警方已排除财杀和情杀的可能，短时间内恐难破案。万某的两岁女儿，其生母身份不明，因万某父母早亡，又无姐妹兄弟，已被暂时送往福利院抚养。
来来来，往地震走着了，哎，地震地震啊！地震部在这边，等我等我。喂，我是宋浩。一百七十五，驾照看一下。宋浩，真是你啊！我的天哪，我都快认不出你了。多少年没你消息了？你不记得我了？潘晓霜，想起来了。哦，我的天哪，这都多少年了？哎，你在广东工作呀？嗯。给，缘分啊。哎，要不留个电话吧，回头聚聚。慢走啊。哥哥好，妈妈让我来给你打招呼。你叫什么？我叫宋远。几岁了？五岁。宋浩你好。
我是圆圆的妈妈。妈妈为什么不叫叔叔呢？他本来就是你哥哥呀。别觉得我对不起你妈，你妈也没意见。没把你培养好，我只能再生个儿子。宋家总得有个希望吧。昨天晚上住哪了？睡车里。为什么不住宾馆？身份证过期了。去我那儿也不方便。回家住吧。我们这些孩子呀，大部分都是被父母遗弃的，但是都特别的优秀啊。你看这些孩子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重点中学的。您要是想领养的话，咱们办公室聊。
真是你啊，宋浩，不认得了。李唐，哇，多少年没见，我告诉你，多少年了，我知道你回来了，但我太忙了，没时间去找你啊。你来这干嘛呢？来找我啊？路过的。路过。带你参观参观呗。啊，嗨，兄弟，我现在干嘛呢 ？GDP， 搞地皮。Welcome。我爸以前不让我带兄弟回家，现在断臂残垣倒是回来了。哎，干嘛呢？上卧室看看。这里原本有面墙，全部都是书。我爸当初为了充门面用的。但你应该没想到，我这个人一本不落的给他看完了。唉，匆匆啊，真的是匆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人生啊，兄弟。啊，来一个。我不抽烟。这栋不拆吗？拆呀。通通拆光，但唯独这栋拆不动。哎，你别为难人家小姑娘。我为难她是人家为难我啊，我给她补偿金可不算少啊。嗯，你怎么知道人家是个小姑娘啊？我刚才看见一个小姑娘进去了。嗯，对，就是那个小姑娘，特别难搞。哎，兄弟，替你照亮光明道路。你昨天就跟踪我，你跟李唐那王八蛋是不是一伙的？不是。那你跟着我干嘛？对不起。变态。哎，有钱吗？你要钱干什么？打胎。哎，我陪你。我送你去吧。你谁呀？管得着吗？
手机给我。In the green, in the green, in the green, in the green. 来了。包给我。嗯。这。身份证办好了。知道你要走。你爸找人办的家琴。继续。To see a world in the green. 坐。哎呀，你爸真不简单啊！为了移民还学起英文来。你跟我爸那么熟？当然熟啊，我的那些生意得给他审批。Wild. 好了，我有事，先走了。这就走了？啊！我给你发了短信，你也没回。忙忘了，对不起。没事。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可能不回来了。再见啊，老同学。再见。哎呀，这杆儿怎么老出故障啊？你没事吧，宋浩？真对不住啊！你这车我给你修。要不晚上我请你吃饭？退！这道关闭了，走旁边那道吧。杆儿坏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对不起。喝点汤吧。哎，我听说广州好像吃的比咱们这边好，是这样吗？我不太清楚，平时我也不出去吃。在家做饭？我吃食堂。食堂啊？什么单位啊？我在石雕厂。手艺活。工人，工人怎么了？挺好的，正经事儿。服务员，来两瓶啤酒。差不多了吧？最后两瓶。我平时其实不怎么喝酒，高兴嘛就多喝点。哎，你离开这么长时间，你有老婆了吗？我单身。
缘分啊，我也单着呢。你喜欢什么样的呀？我现在没那些心思。什么心思？不谈恋爱，我屁！你觉得我胖吗？不胖。你谈过几个女朋友？没几个。没几个是几个？一两个。你猜的我谈过几个朋友？猜不到。哎，那吴颖刚你还记得吗？谁？吴永刚。没事，你好学生，不像我们，也不是什么重点班的，他还是我初恋呢。后来，他跟他们单位那什么领导去什么夜总会，被我爸开了。你去过夜总会吗？去过。男人去夜总会很正常。没错。我后来也想明白，就是特别正常。唱歌怎么那么难听啊？你不会唱，我唱。唱给你难听啊！咱俩明天看电影啊。再说吧。
宋浩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你很好。那你别走了，咱俩出说。你快上去吧，雨挺大的。我回去了。这么早下班了？去哪了？你怎么又吃泡面啊？送你回来的男的是谁啊？我说你也不小了，别跟那些不正经的男人来往。什么不正经啊？他是我老同学，我新男朋友。都什么人呢？车都亮了还开。他叫什么？我回局里查查。你这玻璃要调货，等几天吧，把电话留下。需要帮忙的，你可以跟我说。
来根烟。我没烟。那我去买。哎，我不抽烟，你也别抽烟了，你未成年。你凭什么管我？你别拿我当小孩。你不喜欢我吗？我不是。那你惹我干嘛？变态！散场了啊、哦！这个电影没有彩蛋。你怎么知道我家？小时候就知道你家住哪儿。回去吧，我要休息了。潘小双，你别缠着我行吗？我对你没兴趣，你回去吧。
你别这样，你别这样。你不是对我没兴趣吗？醒了，吃饭吧。平时都吃什么呀？冰箱里什么都没有。对了，汽修店刚才来电话了，说挡风玻璃修好了。吃吧，我上班去了，再见。
你好。要走了是吧？走了。再见啊。祝你一路平安。你保重。你好，一路平安。结婚吧，咱俩。你先告别，我上班。你好，一路平安。咱俩结婚。行，你好，一路平安。后江最里边。你好，一路平安。小咪，小咪好吗？挺好的。那要是男的呢？男的就叫小酸。小什么？小酸。小酸。酸奶的酸。送回家。送。小酸。小酸。酸奶的酸。送回家。送上门。随他妈。爸，没说什么就来了。哼，我去医院问过了，丫头。哎，你歇着，你过来帮忙。
能做那么多菜？你不在这几年，你妈生病，饭都是我做的。书柜上干的怎么样？挺好的。你要当爹了。男人来到这个世上了，就是来支撑的。以后不敢碰到什么事儿，都得扛着。嗯。圆圆和江帆需要拉压的事啊，基本办成了。我退休以后呢，也是那边住。嗯，我这几年过的呀，就像猴子爬树似的，往上看都是猴屁股，往下看呢都是笑脸，左右都是后脑勺。对对，过几年呀，你妹搬过去住。别觉得不好意思，都是一家人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再加点汤。你要是下次再感觉呼吸急促，你得试试那个书上上次跟你说那个呼吸法。什么呼吸法啊？你这你说两次你全忘了是吧？来，你坐好，坐好，挺胸，坐直，抬头，好，肩往后放。管用吗？那你不试你怎么知道不管用呢？两臂从身体两侧抬起，慢慢抬，慢慢的吸气啊，慢慢吸。放下的时候慢慢呼，你别吐太猛，慢慢的。没气儿了。匀匀的吐出来。啊，书上说这样就可以让你跟宝宝都得到足够的氧气。你平时得练一练，啊。喂，啊，在家呢，有事儿吗？太晚了，要不改天吧。我就在你家楼下，别磨磨唧唧的，拿车钥匙啊，啊？那你等我一会儿啊。你要出去啊？我一会儿就回来。你要困了，你就先睡，别等我。好。头发吹干，别感冒。嗯。大哥，你太磨叽了吧？干嘛呢？洗澡啊？手机借我。没电了，我一个重要讯息。去哪儿啊？兜兜风，聊聊天。你就陪陪我嘛，你别老是这样。我发现你这个人是不是结了婚就忘了兄弟啊？啊？我想问你，如果我不来找你，你是不是永远都不会来找我？啊？回答我。上车了。起来，我来开，西院我给你收。真的。哎呀！播个音乐吧。有广播，我去，这太复古了。你开得惯吗？挺别致的，挺可爱的。我去，都考虑想买一辆了。好像要下雨了。
送那件事，你不会还记恨我吧？我都忘了，但我忘不了，兄弟，真的对不起，真的，这件事情我真的很自责。那时候我有好多的心里话想对你说，你知道吗？还记得高考前的台风天吗？那天雨真的好大，你从游戏厅走了，我也回去了，我回去洗了个澡，走回我的房间，看见万永良家有人跑出来，那一个人穿着西园中学的校服，绿白相间的，你还记得吗？啊？咱们是不是好兄弟？我是不是很仗义？15年了，我从来都没有告诉过任何人。真下雨啊！兄弟，处理一下。
几点下班啊？嗯，47。来，47。嗯，47。哎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怎么境界还这么高啊？啊？委屈啊？还是你觉得自己很无辜啊？啊？说呢，你要当爸了，还是恭喜啊！最近查案子特别忙，也没工夫去看你们。小双怎么样了？挺好的，预产期还有3周。我先进去了，你听完车后来找我。庄最爱吃这个了，这超市的杨梅卖的可够贵的。我的文件好像忘你车上了，你别瞎看啊。嗯，在车上。他那块地，你爸可帮了不少忙。我15年没回西园了，他们之间的事儿我不清楚。他们的事正在查，为了小双和孩子，你可千万别掺和进去。干嘛呢？给浩哥拿把椅子。
奥特等你，走了，走吧。奥特等你，走了，走吧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你都知道。不知道什么？15年前你进入万有良家，被李唐看见了。你小子没死，后来我又进去补了一刀，咱爷俩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，你知道吗？当年我背了一条命，现在你也背了一条命。咱爷俩一起趟过这一关，不该去修车。
刚才过去那是你爸的车，他回来剪彩。哎，晚上一起喝个酒呗。好。哎，你好。你好，神经病，你干什么？你儿子疯了，这是你处理还是我处理啊？
先等等。老潘，先等等。宋浩，怎么回事？爸，我们自首吧。自首？自首？你以为掰得动他们？你今天想起来自首了，你捅万永良的手干什么去了？你现在结婚生孩子，你想起来自首了，你太自私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撑不住了。你撑不住了，你他妈才撑了几天？你他妈撑不住，我他妈撑了15年，你知道吗？15年，我这15年被他们父子俩碾压着，啊！我他妈灵魂都出卖了，我他妈好不容易快熬出头来了，你他妈回来，你回来干嘛？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活着有什么意义啊？先把我给了断吧。
别抽了，少抽点烟。南风凋零，撩来撩去，条冰不得其心也小心，长一条山离开海参一百米。你说那个被保护的叫什么来着？风平浪静，丫头江江青哈嘿，长一条山离开海参两百米，风平浪静，风天风海风急变，长一条山离开海参三百米。你跟孩子说什么？我说大漠叫我撒撒嘿，谢谢你。长一条山、离开海参四百米。